来打，对吧？郭晶晶目前22场的先，这各磨到第6跟第5个打数才缔造完全打击，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些机遇，郭晶晶这个时候。来个好球再打击，林一真今天还没有安打的出现，回第一球是一个擦棒飞补球，六比九还落后3分，林一真的打击这一球又是擦棒，这左外野方向，接下来哦，这个变化球是让王光辉再度